港鐵黃竹坑站上蓋項目港島南岸登場以來一直備受關注。第一期雖然是歷來開價最貴的鐵路盤，但是都貨如輪轉，更加吸引不少城中名人富豪入市。現在第二期洋海亦都已經登場，即刻帶大家實地看。黄竹坑站上盖新盘洋海一共有两座物业，提供600伙，户型由一房至到四房不等，实用面积介乎320至到1901方尺，主打两房同三房，迎合家庭客需要。要数洋海的卖点，其中之一就是有品牌效应，发展商之一嘉利建设有豪宅专家之称，再数仲有开洋的景观。洋海部分单位能够远眺深湾游艇会，望出去似唔似置身喺欧洲小国摩纳哥咁呢？楼盘嘅内在美又系点呢？即刻带大家参观下示范单位。由南港岛线黄竹坑站出发，搭两个站就会去到金钟，车程只不过是只需要8分钟，去中环亦都只不过是14分钟，紧密连接住核心商业区，对专业人士啊、金融财进都有一定的吸引力。想玩的话咧，搭另一个站就会去到海洋公园站，另外去到西九龙高铁站亦都只不过是半个钟松啲，往返内地都是很方便的。南区发展前景更加不容忽视。政府最近亦都提出了躍動港島南的計劃，銳意將南區變成一個適合工作、居住、消閒娛樂同埋發揮創意的地區，相信南區將會是港島區未來的發展核心。洋海更加坐擁高端生活圈，港島南岸分6期發展，設中央會所同埋中央花園，其中第三期有大型購物商場 The Southside， 面積達到51萬方尺，可以容納150個商户，預計2023年開幕。另外去數碼港商場揸車只是大約15分鐘，想更加貼地還可以去香港仔中心、香港仔廣場，車程只是大約10分鐘之內，有更加多民生商鋪滿足生活所需。南區山水如畫，有港島後花園之稱，想曬太陽、坐遊艇出海或者大玩水上活动，通通都冇问题。泳滩多到数唔晒，例如深水湾、浅水湾，全部都出名水清沙幼。喺洋海就近，仲有南朗山，易行兼且有靓景，唔少人嚟舒展筋骨兼且打卡。区内仲有多个顶级私人俱乐部，包括深湾游艇会、香港仔游艇会、乡村俱乐部、香港高尔夫球会等。都是城中权贵聚脚点，家长最关心仔女升学，洋海汇聚了多间顶级国际学校，隔离就是新加坡国际学校香港，还有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、湖江维多利亚学校，都是10分钟步程之内。区内亦都不乏直资名校，
包括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等。校网方面，洋海属于小学18校网，中学就属于南区。东网记者何善莹报道。